当一个基督徒啊，重生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会成为一块活石。然而除非我们愿意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建造自己，我们才能发挥各自的功用和恩赐，被上帝联合在一起建造成为神的灵工啊。否则久了，我们可能会从活石变成一块顽石啊，以至于我们甚至末后的景况会比以前比之前更加的糟糕。事实上，我们都从圣经里，我们都可能会成为那位卖主的犹大，也可能会成为那位跌倒失败的残神，或是也可能成为被眼目跟肉体情欲所诱惑的大卫王，而更糟糕的，也有可能我们会晚节不保的西西家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真理上站稳，我们将无法胜过这个世代的试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唯有我们活出真理，跟神有真实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块有上帝的活石，进入神对我们美好的人生的命定和计划，而被建造成为灵工，并且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靠主刚强站立，更叫人能够看见教会和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有何等的尊贵跟荣耀。因此诚挚的邀请你加入士林门徒训练学院，也可以发现你生命独特的价值，成为一块能够胜过这个世代的旷世奇石。招生主日，那我先跟各位介绍学院惊人的旷世课程还有师资。麻烦 PPT 不好意思。好好，我们有呢我们的主任牧师师母，仆人领袖跟与神独处，然后呢琼芳牧师跟迪真区都的心灵医治全人医治，中彦区都的与圣经有约，还有周吉仁牧师的歌中之歌雅歌。这个雅歌呢不是我们特会的，是重新录制，为学院生重新录制的。周训正牧师的保血誓约财务的自由，那我自己有授课是自我关顾创意福音世经沙很大家和万事兴，还有安婷牧师的自我关顾，圣真牧师的好牧人关系学，曹老师的做主门徒，小云区都的宣教于我，千里督导的情绪化师，亚伦区都跟慧盈牧师的亲密之旅，安慈区长的得胜的带导者。那呢我们也为各位今年预备了一些试听课程，这上面有时间哈。那详细的内容呢可以就是待会出去呢服务台呢有这个门训的 DM 哈，上面有详尽的介绍。那今天下午待会两点呢我们也有门训的啊，在二楼副堂我们有门训的招生说明会啊，欢迎大家来到说明会，会有更清楚的介绍哈。我们有很多课程是独门的，别的地方是听不到的哦。好，每年的四月呢是我们教会的神国推进月哈。教会呢按照的圣经真理，然后运用各样的智慧，无所不用其极的软硬兼施的呢，就是要把大家推进神国里。先有乔美伦老师的大能的勇士，后有刘牧师的侍奉的人生。那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不论呢你已经决定要做大能的勇士，或是要过终身侍奉神的人生，有一天呢你都会需要面对你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天，或是面对整个世界的最后一日。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来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你会再来接我们回到天家，你会跟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谢谢耶稣，让我们可以与你一起进入永恒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新冠肺炎疫情呢蔓延至今呢，全球已经有300多万的人失去生命了。当我们正庆幸神特别保守台湾的时候，没想到四月初就发生了泰晤格号事件，应验了刘牧师3月主日信息所说的
最可怕的无知，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明天，拥有明天，岂不知明天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而且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避人生最后的一刻。马太福音24章，耶稣也说了很多关于末日的事，其中他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耶稣紧接着就提醒门徒们说，你们要警醒啊，也要预备，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既然末日时候未知，我们的死期也无法掌握，那我们现在活着究竟要怎么过呢？希伯来书9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虾米啊，死后有审判，重点来了，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死后有审判，所以我们这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预备面对最后的审判。彼得前书2章5节说到，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经文告诉我们，原本我们不认识创造我们的主，是世界上的顽石，我们冥顽不灵，愚昧顽固，不通灵性，甚至认为我们自己可以做自己生命的主，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可是呢，直到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认识了创造我们，对我们一生有美好计划的主耶稣之后，我们就从世上的顽石变成了天国活石。天国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呢，是有个过程的。正如刚刚所看的影片，每一颗原石都需要经过石匠的切割与磨塑，才能成为建殿的材料。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过程：一、圣洁之石，切割分别。我们首先来看看脱离罪恶，分别出来。原本我们都不认识神，可是呢，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身份从此就改变了。圣洁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圣是分别献上的意思，洁呢，则是洁净纯正的意思。当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为救主，仍然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不是神原本所造的洁净原种人，我们变成了不洁污秽的犯罪的有罪的变种人。罪的污秽把我们跟创造主隔开，所以呢，我们看不见也听不到他对我们一生最好的设计与带领，所以我们才必须接受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从不洁的变种人回到神当时创造我们的天国洁净纯种人。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因信称义的意思。可是呢，神对我们心意不单只是要我们紧紧的除罪得救称义而已，他也要我们把自己从现在所在的这个罪恶世界当中切割分别出来。正如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分别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有特别的用处。例如，如果今天全球首富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要来你家吃饭，你会拿平常吃饭的碗盘来招待他吗？我想应该不会，你会把平常不常用的高级餐盘特别拿出来，而且呢是越高档的越好。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概念，分别是为了特规使用。所以呢，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到，我们一起来读，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可见得与世界分别是我们成圣的重要过程。圣经把出埃及类比成从世界分别出来，以至于我们特别在昨天的活泼的生命出埃及记，
九章四节有说到，他说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神把以色列人所住在埃及的歌山地刻意的分别出来，整个埃及只有歌山地不受灾害。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跟这罪恶的世界分开时，我们其实就是进入了神国的遮盖与保护。亲爱家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撒旦的手下，这是一股真实存在的权势与力量，是灵界名副其实的恶势力。所以分别成圣的过程是需要靠着神所赐的能力，需要非常刻意努力的去做。例如当公司的同事都在骂主管或是说黄色笑话的时候，身为基督门徒的我们是需要按着真理刻意的把自己从这群同事当中抽离分别出来的，甚至有可能你因此会受到同事的排挤呢。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的是彻底悔改接受装备，除了要刻意的把自己从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分别之后也要时时悔改，彻底悔改接受装备，学习如何做一个新造的原种人，就是所谓的新造的人。否则呢，可能就会发生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乌鬼搬回老家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一段经文来，请。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例如有人刚刚信了主，被神的爱大大充满，可是因为呢，他都没有空接受真理的装备，虽然信了主，可是人就依照过去不洁的变种人的样式过日子。就好像刚刚这段经文所说的，信了主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可是生命没有改变，也没有装进去真理，真理的生命仍然是空空的屋子，结果遇到试探就跌倒了，而且跌得很惨。因为他以为他现在所信的跟以前拜拜一样有拜有保庇，却不知道基督信仰不是有求必应的有应功宗教，而是与罪恶分别胜过老我与撒旦的恶势力的得胜信仰。上上周乔门老师跟我们分享就是士师记中讲到的基甸大能勇士的故事。士师记其实还有一位士师大家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参孙。神对参孙一生的计划原本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国家的敌人非利士人的手。参孙一出生就被分别做拿细耳人，什么叫拿细耳人？就是特别归给神使用的意思。可是很可惜，参孙没有保守自己的圣洁，一而再再而三的任凭自己犯罪玷污自己，以至于最后被非利士人抓去挖了双眼，用铜链捆绑，而且关在监狱里推磨，真的是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大卫的岳父扫罗王也是如此，起初他被撒母耳高作君王的时候，生命何等的谦卑，可是随着自己的权位越来越大，原本打扫干净的新房没有跟着一起提升，导致更多更恶的污鬼就进驻到他心里面的这一间空屋，最后甚至他交鬼死于非命。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犹大，虽然跟随耶稣身边三年半，可是最后竟然鬼迷心窍出卖耶稣，最后自杀身亡。这些都是与罪恶世界切割不清，分别不够彻底的失败例子。求神让我们借此引以为戒，竭力保守自己，时时成为圣洁之时，与罪恶的世界迥然有别。第二个我们来看到顺服之时，摩挲与致死。要成为建殿的材料，除了保守自己圣洁之外，顺服也是必经的雕塑过程。我们若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看作是离开世界罪恶权势这种得着救恩的得救比喻的话，那么约书亚
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就可以看作胜过世界，得着产业的得胜比喻。出埃及不是目的，进迦南才是目的。若只是出埃及却没有进入迦南地，就好像棒球比赛，虽然有人踏上垒包，就算一二三垒都有垒包都有人，可是若没有人奔回本垒的得分，那就是功亏一篑的残垒。神对我们这一生的计划，不仅是要叫我们得救得救恩，更是要我们得胜得产业。得胜和顺服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属灵战场呢，一定是要靠神的能力才能够打赢的。以色列人进迦南第一场战役呢，就是耶利哥之战。当时呢，神教导以色列人打仗方式，竟然是静默无声的绕耶利哥城六天，然后第七天呢绕七次，然后七个祭司吹角后，百姓就大声呼喊，就这样哎，坚固的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我想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如果当时神这样跟我们说，我们真的会顺服的照着做吗？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哦。神的意念通常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圣经上说耶稣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俯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顺服 才能够得胜，得胜才能够得着产业，进入命定。可是顺服呢，不是苦咬牙切齿苦哈哈的顺服，而是在爱中的顺服。就好像热恋中的男女朋友，在困难的事都难不倒他们，在约会的时候啊，要等候所爱的爱人数个小时出现也不觉得苦，而且还甘之如饴呢。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看第三个心腹之时，真爱和启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 爱永远不会失败。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使徒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约翰虽然人被放逐在拔摩海岛，可是他却在那里遇见主，在神的爱中啊，主在爱中里面向他启示整个世界未来的走向。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主向他显现后，主耶稣也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之后主耶稣就把他最爱的群羊交托给彼得，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爱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在爱里面我们得着启示，使我们得以胜过各样的挑战。耶稣也是因为对天父的爱，因此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第四个，我们来看逾越之时，破框跨越。这是一本最近非常夯的书，逾越节的预言。 Chuck Pierce 是一位全球公认的先知，神在2019年的9月就启示 Chuck， 他说2020年呢将会是个现代逾越节，瘟疫将会蔓延全球，而且透过这疫情的震动，神要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如军队般的拯救出来。神还跟 Chuck 说什么呢？说我要等待并观看有哪些国家能够越过。逾越节的希伯来是 Pesach， 意思就是往前跳，并且在你跨越到你的命定之前会受到神的保护。2019年的秋天，圣灵启示 Chuck 跟他说，犹太历的5780年，也就是西元2020年，将会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神也告诉 Chuck 说，从这年开始，我要将那些属于我的国家分别并区分出来。神确实把台湾分别区分出来，如割山地。那么到底全球列国要如何才能不停的逾越，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呢？
这本书提供了我们七个大方向，我也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跟未来的七年很有关，严格说起来是六年，因为2020年就开始了。一，依靠宝血的大能宣告救赎，可见得救何等的重要。二，对齐以色列，对齐天上的国度。三，2020到2026不断的逾越跨越。四，进入配的十年，发出言语医治列国。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配就是刚刚逾越节的那个 Pesach 第一个字。配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呢，它的象形字是口，嘴巴的意思，所以这边才提到说发出言语。还有呢，配这个字也是希伯来数字80，所以他们领受从5780年犹太历的5780到5789都是跟80有关的。这十年，也就是西元的2019的8月到2029呢，他们领受是这十年，我们要口中宣告神的能力，宣告神的权柄啊。第五，要留意中国教会的兴起，还有中国政府与黑暗势力的结合，所以两岸关系非常的重要。六，建立使徒中心，倍增扩展神的国度。七，迎接丰收的季节，也就是末日一定会有丰收。 Chuck 还特别提到，我们正进入一个逾越的季节，而且未来这七年将会不断的逾越，这对我们很具挑战性哦，因为意味着我们要不断的突破框架跟限制。从国际这两年的局势确实可见一斑，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时期，一个高度风险快速转变的新时代。我们极其需要耶稣和他的感动，如同风雨中的明光，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帮助我们越过前面无穷无尽的风暴，奔向神所预备的未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旷世奇石，生命与连结。亲爱家人，我们真的已经进入末世的日子了，整个世界会越来越脱序，会越来越叫你抓狂。不仅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而且会有好些假先知假教师起来迷惑许多人，那时也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是圣经马太福音24章对末日所说的预言，我一个字都没有加。末世呢，为何会叫我们越来越抓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在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人类始祖亚当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此呢，人类就开始用自己个人认为的善恶知识来生活，结果呢，就彼此伤害，甚至彼此陷害。若要解决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旷世问题呢，我们就要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重回生命树来解决。启示录22章1到2节提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耶稣也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6章35，耶稣也自己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彼得前书2章3节到9节也提到耶稣跟我们生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但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耶稣就是我们这灵宫的房角石，而我们就是这灵宫的每一块活石。为何经上说这旷世奇石对不信的人反而成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呢？因为如果我们不信主，不认识主，或者是我们信了主却不明白真理，用自己的分别善恶过日子，就与这灵宫房角石没有生命的连结，无法成为这灵宫中的任何一块活石。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跨越之年，而且神已经把台湾分别出来，而刘牧师又把士林灵堂奉献给神，成为神要成就台湾命定的器皿。所以整个大直新堂的硬体的圣殿已经即将完工了，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越之年。可是神呢，也正在建造士林灵堂整个软体的灵宫，就是在座的各位啊。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整个灵宫的建造呢，有人可能是做地板，有人呢是隔间，也有人呢是天花板、楼梯间等等。每一块灵宫建材、天国活石都不一样，而且呢各具魅力，各有尊贵。但重点是，每一块活石都需要先将自己与世界分别出来，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必须致死老我，存心顺服，在与新郎耶稣的真爱当中领受启示，不断地打破自我的框架，越过各样末日会面临的挑战。2020年的跨年祷告会晚上，那个，当天晚上呢，神神迹似的在当天的晚上，在三个时段里面给了我三张同样的跨年祷告会卡，刚强壮胆。我还特别呢跑去问教会创媒同工说，啊，这次到底出哪几款呢，啊？好，除了刚强壮胆，他们还出了其他，就不同的，总共八款。我就拿起计算机算了一下，你要连续拿到三张同款的几率非常的低，约为千分之二，千分之二还是四舍五入。我灵里就觉得，我就觉得神应该在跟我预告，2021年我这一年应该会 really tough， 就是就硬到哎呀，挑战应该会很高啊。所以呢，我知道今年没有神，我绝对走不过啊。所以呢，我给自己今年的这样的命名呢，因为教会都鼓励我们命名，对不对？我做了什么样的命名呢？我就命名了引进上帝，无限扩张，三倍刚强祷告，三倍刚强壮胆祷告年，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转败为胜。我把刘牧师所讲的信息的主日信息的重点呢，我可以用到都放进去了。虽然呢，我有这么响叮当的命名，而且我心里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跟预备，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时候到了，今年呢，接二连三发生一些事，让我真的是招架不住，我几乎天天要抓狂。首先呢，是我牧区的羊儿们，他们彼此不爽也就罢了，竟然后来呢，就有组员来跟我客诉小组长，小组长来跟我客诉区长，区长们呢灵命比较好，没有来跟刘牧师师母客诉我。接着呢，是我娘家的兄弟姐妹，因为将近30年照顾慢性病的爸爸妈妈，意见不同，产生嫌隙，从彼此极度相爱的关系变成彼此极度的骄傲，他们之间呢的紧张关系在今年年初达到最高点，而且冲突不断。后来呢，又碰到我先生服侍工厂的转换事件。这期间呢，我虽然将这些事件一一的带到主的面前祷告排毒，刘牧师教导过我们，对不对？祷告也是一种排毒嘛。可是呢，根本跟不上事件发生的中毒速度，在我心里面呢，就渐渐的生出越来越多的苦毒啊、愤怒啊，甚至呢，我任凭自己任性悖逆，这些属灵黑暗的连锁反应，让我深刻体会到自己真是个罪人呐，多么需要耶稣宝血的洗净与救赎，要不然末后的境况会比先前的更惨啊。过去呢，我觉得自己灵敏还不错，
哎，其实不是真的很不错，而是环境不够恶劣啊。当环境越来越恶劣，我里面的罪性就一个一个的被引动出来，最后甚至自己差点也像摩西一样进不了迦南呢。面对恶劣的环境，要不抓狂，就要靠赐给我们生命的防角石主耶稣。他是旷世奇石，他会教导我们如何在末日险恶的环境当中不抓狂。当耶稣的门徒彼此在争论说谁是老大的时候呢，耶稣跟大师兄彼得说，撒旦想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撒旦处心积虑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神的国中筛掉。然而末日的时候，神也会自己把麦子跟稗子、绵羊和山羊分开。那我们到底是麦子还是被筛掉的稗子，是绵羊还是山羊呢？这也非常值得我们省思哦。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如果为了成为职场达人，我们每天都愿意花钱花时间去补习啊，考证照，家庭主妇为了养儿育女，还有煮好吃的食物给家人享用，百忙之中还是会拼命挤出时间去上育儿课、烹饪课，或是为了身体健康，我们每天跑那个健身房。那么对我们未来永生的生命真理之道，我们岂不是更要有所投资吗？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上完培育系统的成长门徒领袖就满足了，会不会很像我们跟我们家的小朋友说，没关系啦，只要读到小学国中就可以了啦。如果明白真理对我们一生这么重要，加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接我们回天家，我们会跟我们小孩子说，慢慢来啦，没有去补习没关系啦，时间还很多。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这样跟我们家的小孩这样说，我们反而呢会跟孩子们说什么，时间有限啊，不要再打手游了，不要再追剧啦，赶快去读书，赶快去补习。可是呢，我们却对自己永恒灵命的属灵追求是如此的超级无敌霹雳有耐心的等候。这原因呢很简单，因为我们都以为还有明天。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位领袖班同学的见证。四月初连续假期，这位弟兄就跟他的太太跟孩子安排了要搭火车去花莲出游。那因为是连续假期，特别东岸哦，那个车票很难订，他只订到两张，还差一张，他心里面就盘算说，如果仍然订不到，他就把这两张票的位置呢给太太跟孩子坐，他自己站着，全家一起搭火车去花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呢，公司的同事知道这件事，就好心的跟他说，啊，你不要站着去花莲啊，太累了，我的车子借给你开。这位弟兄想说，啊，也对，所以呢，后来他就在4月1号开着同事的车，带着家人前往花莲度假。当泰鲁格号4月2号泰鲁格号消息震惊全国的时候，这位弟兄去看了他原本订的车票，你们猜的没有错，竟然就是这班泰鲁格号，而且座位就在第八列车厢。我们都知道第八列车厢伤亡最惨重，而且它还是站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无意消费泰鲁格号事件，我也知道说出这样的见证可能会再次触动泰鲁格号伤亡家属的伤心之处，可是我想透过这个活生生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领袖班学员的见证，让我们更深的体会死亡其实离我们并不远。过去这两年半，我自己也有六位至亲离世，其中包括我的妈妈和哥哥，加上泰鲁格号事件。所以当刘牧师三月主日信息跟我们分享说，最可怕的无知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明天，拥有明天，我听了超级有感啊。各位家人，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灵命更新特别分别出一周、两个半天、两年的时间，让自己接受系统性的真理装备呢？因为你越认识神，你越能够胜过末日的挑战，你越能够不紧不抓狂进到神最为你预备最美好的命定。你是否愿意顺服神对你未来的独特带领，
跨越你现况的不可能，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命定呢？我们最近 QT 活泼的生命是在出埃及记，神定义要从埃及法老王的手中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Let my people go so that they may worship me。 这边告诉我们 go 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so that 是因此的意思，也就是说去的目的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侍奉神。出埃及离开罪的辖制不是目的，进迦南应许之地得产业侍奉神，就像摩西一样明白神的法则，与神一起治理这地，透过成为一圣洁之时，二顺服之时，三心腹之时，四愉悦之时，而且靠着无旷世其时，我们成为神国活石，得以被建造成为灵宫，这才是终极的目的。出埃及记八章二十节，这边经文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侍奉我这个字，在 NIV 的版本是翻成敬拜我 （worship）。敬拜的原文意思是俯伏在地，把主权献上。认定主耶稣是使我们成为活石的旷世奇石，是叫我们在面对末世挑战，叫我们不抓狂的灵宫房角石，这才是真正的俯伏敬拜，把主权献上的侍奉主的意思。今天 QT 经文有说到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希伯来这三个字也有跨越的意思，是神使我们能够跨越。若你目前正面对极艰困的挑战，让你很抓狂，甚至你觉得快要走不下去了，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现在你可以把手放在心上，我来为你祷告。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啊，请你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与能力，让我们按着你的真理而行，帮助我们面对这艰巨的挑战仍然能够靠着你勇敢站立，并且靠着你一步一步的匍匐前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直到看见你带领我们胜过这挑战，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依然站立，也都闭着眼睛好吗？让我们可以更专注的在主的面前。昨天 QT 的经文也说到，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这里提到耶和华就定了时候，凡事都有定时，神做事是有时候的。如果你觉得神今年要你报考门训学院，要你来受真理的装备的，请你待会就勇敢的要在神面前举手，回应他给你的感动。我们请大家都闭着眼睛好吗？闭着眼睛是为了让我们专注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十秒钟，给圣灵感动的时间，我们自己来问神，听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与声音。他有没有要你今年报考门训学院呢？你自己问神，来听他的声音，领受他给你的感动。如果你有感动，只要你今年报考门训学院的，请你这时候勇敢的在神的面前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如果你感动，神要你今年排除万难报考门训学院的，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你看见了，看见你所爱的门徒们今天在这里举手向你回应报考门训学院的呼召，请你不仅纪念他们的回应，并且要帮助他们排除各样困难与拦阻，请你为他们开通达的道路，让他们能够在2021年逾越跨越自己生命的种种极限，被你大大的提升，奔向你的呼召。你在待会2点的门训学院的招生说明会当中更清楚更深的跟他们说话，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的祷告，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闭着眼睛好吗？因为我感觉到今天神也在跟我们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今天听了这样的分享，你也好想成为神的百姓，脱离罪恶世界的辖制，得着救恩，并且得胜得产业，成为神国度的百姓。旷世其实的主耶稣，他爱我们，他愿意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使你得救得自由，而且得产业。如果你愿意，请你这时候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来为你祷告。今天也是你人生生命当中一个跨越的时刻，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让主耶稣的爱来充满你。待会我会带你一句一句的祷告，我们其他已经是在神国里面成为神国家人的家人们也会陪你一起祷告的。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想要成为神国的百姓的，你这时候可以把手放在心上，我来带你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为我的罪，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谢谢你的宝血，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洗净我的罪，我要打开我的心，我要打开我的心，邀请主耶稣，邀请主耶稣来到我的心中，来到我的心中，救我脱离罪的辖制，救我脱离罪的辖制，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还有生命的主。我这样的祷告，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最后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请说阿们。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圣灵粮堂官网查询。圣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